我们现在跟各位老师介绍一个，当然心智图要规划要思考，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这个呢，是最近一个新兴的服务，叫做线上续备。线上续备，那为什么说要老师知道这个？因为其实不管是您在做这个简报也好，然后在做这个比如教室布置啊、教案啊，请问会不会用到图片、照片？都会，对不对？那照片的话，如果您没有做任何的合成，就是一张四四方方的。可是如果您有做一些合成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但是要做合成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你要的东西选出来。好，选出来。那这个网址呢，各位呢，我先把它放大一点，您可以稍微抄一下也好哦。那或者是您到我的那个我们分享的资料，等会有一个叫 Clipping Magic， 我把它再放大一点，后面老师可能会比较看得清楚。Clipping Magic， Clipping 哈 ，Clipping Magic， 你可以稍微抄一下，回去等一下我做一下给你看，好玩的就可以回去玩看看，用玩的比较好玩。但是说真的哦，这个线上服务必须告诉各位老师不要太认真。上课很少叫你不要认真的，有没有？因为你太认真就趣味不好，真的。我们来找一个好不好？比如说，我们来找看看，像我下面这里有很多啊。比如说你看到这样的，对不对？好，这里有好多张，像这个猫啊，我把它叫进来。猫，你可以刚刚看到，原本呢有背景的，我们可以把它拿掉哦。好，这样可以吗？因为你只要猫而已嘛，背景就管它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就很简单。你看我那个，我在这边画的，我在这里画的，有很认真吗？没有啊，随便画而已，对不对？好，所以我现在就做一个给各位看哦。那么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下，请问你想要找什么？老师想要找什么？猴子。孔子，猴子，哦，猴子，我想说为什么有孔子？糟糕，糟糕，好，哇，猴子，好，猴子，好，哪只男子？这只看起来比较坏，其实这个都可爱版的 OK 的哈，那。像我们来这一次好了啦哈，还是你要演员，一样，一样不是那种问吗？不是我熊猫。好，假设这一只对不对哈？这样好像各位看不是很清楚，这一只比较亮一点。好了，假设我猴子想要拿出来，那怎么办？通常会找原始档哈，所以建立老师您在找图档的时候呢，您在找图档的时候不要在这边直接按右键存，因为这样存起来是小张的。好，您要找的话最好就是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它有个查看图片，这里有没有查看图片？这时候看的才会是原始档。万一你觉得这张图还是太小，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到就太小，哪里有那个图片的资讯在这里？有看到哈？这里有。如果你觉得这张太小，请你在这里直接按下去就好。我记得我们上学期有分享像以图找图啦哈，那这里呢你看我把它按下去，它就会找其他大小给你看，不过不好意思今天把它接连连好，如果有刚好有其他的哈，比如说我假设你刚刚那一张了，假设你这一张我们找看看，哇怎么都这么刚好都只有一个的，好找这个。好，现在呢各位您就可以看到有没有很多不同尺寸的就跑出来了，对不对？这样您要找大图就比较方便，因为有时候尤其是您要印出来的图不够大，就是模糊给你看，那个效果就差哦。所以这个是给老师稍微参考一下的。那我就还是找回刚刚那一只啦，刚刚应该是下面，这一只的隔壁这一只 ，OK， 查看原始档哈。好，这一张比较大一点。好，我就把它真的把它储存下来了。最近 Google 的浏览器有改变了，
它有新增的功能还不错哦，哈、哦，可以直接以图找图的。好，好，那我存好了之后呢，我就可以来这边。好，这个我就不要了。好，你进到这个网站之后，有两个选择，看是直接从右手边这里，看是直接从这个蓝色这边选，或者用拖曳的都可以。好，那我现在用拖曳的方式好了。来 ，OK， 我就找到这里猴子，我就把它拉到里面来，它就会送上去了。好，进来了。那么您可以看到哦，在上面这里。有没有红色的、绿色的跟橡皮擦？绿色就是你要的，红色是不要的。画错，橡皮擦擦一擦，就这么简单。那它还有一个就是笔刷的大小，笔刷的大小你可以在这边做改变啊、哦，因为有的地方范围比较大，有的比较小。好，了解基本概念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看了、哦，哪里是要的？这里要，对不对？你不要太认真哦，我青菜入骨的鸟。好，不要的。哎，不小心按那个坐票，会不会太快？这样可以吗？很简单，对不对？所以我们拿掉之后，你就会把它抓下来了。哎，这个连软体都不用，连收钱都不用，很好用的哦。那万一你觉得哪里去的不满意，比如说，其实我发现到在右手边这里，我把它放大，你可以搭配键盘，就是你的滑鼠的滚轮啊、哦，你把它放大一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去背到，这里还有地板，我把它，你可以变移动工具，上面这里有移动工具，好，把它拉开一点。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地板，对不对？没有去到，这样倒退这一点里，你来用这个笔刷告诉他，这里我再放大一点，这样看得比较清。我就你可以从左边点，也可以从右边点，好，我就在这里点一下就好了。有没有拿掉？对不对？哎，你要告诉他嘛，他才知道。不 OK 的，所以通常我要细修的时候，我会放比较大，好，放比较大。那这里万一你觉得这样，我、哦、其实还差一点点，其实可能各位这样看没有差太多了，因为投影上看会落差比较大。那我在这边看，我就有发现，如果说你要这边不要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点一下，它就会自动再缩进来，有没有？哎，所以记得随便点一点就好，不要太认真。一般我指的太认真都是什么？因为大家平常都很习惯照那个边缘慢慢的画，有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你画在边缘上，你就完蛋了，那一张永远都去不好。所以我平常在画都是什么？你看哈、哦，我以这一张来讲的话，我用这个，我平常在画我都是要我的画在里面，我不会画在这个边缘上面。好，那相对的不要的呢，我也是画在外面就好，不用套在这个边边去点。除非我要很细修的时候，我才在那边点一下，让他知道说这里是我不要的。哎，那不然的话，这样就可以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呢，你看哈、哦，往后退，往后退，好，看看满不满意。哎，如果可以的话，哎，这里有多去一点点的，对吧？这里多去一点点怎么办？告诉他，你不要乱来，这里是我要的。有没有补回来？简单了哈、哦。哎，因为有时候他出错了、啊，他虽然很聪明，但是难免做得不好。所以万一你真的有出错，这个可以再擦一擦啊、哦，这个笔刷可以再擦了。如果你都做好了，就在哪里，在右上角这里有没有一个下载，在这边哈、哦，这里有个下载，按一下。好，这个时候呢，他会告诉你，你可以把它存下来。事实上最重要的是这个，除了它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老师要认识一个格式叫做 PNG， 因为这个存下来就是叫 PNG。因为平常大家最常用的都是什么 JPG， 对不对？因为数位相机大部分都是这个，顶多偶尔用到 GIF， 可是大家比较少用到 PNG。事实上 ，PNG 原本出来，它就是希望能够取代什么 JPG 跟 GIF。那所以它在这个处理的图片上，它有加强，尤其是对于这种所谓的透明度的部分，它能够保留下来。像 JPG 是没有办法保留透明度的。所以即使你很认真的把那个画一画拿掉，它最后还是帮你补上一个背景颜色，好，这样效果就不好。那 GIF 因为颜色数太少，它只能最多256色而已，好，256色，所以相对的就算可以测透明，效果会比较差。
哎，那我现在就把它储存下来喽。好，把它存起来。好，您可以看到这就是 PNG 的格式。好 ，OK。那么你如果做好之后，其实您可以把右上角这把它关掉，它会告诉你说你之前曾经做过哪些，有没有？好，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一张，你看哈、哦，如果说你想要放到您的简报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都没有关系。好，我应该开一张那个简报也可以了哈。那我先开那个 PhotoCAD 应该我们电脑教学软体都有吧？应该有很多老师都有接触过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用 PhotoCAD 做好。欸，我们可以帮猴子找一个适合的背景吗？请问猴子要去哪里玩？他树上，好吧。好，老师背景就一定找一张适合的。老师要再拿一张。好，这个是夫妻树嘛，对不对？不然来这里玩一下好了哈。好 ，OK， 但是这一张有点大张哎，2048。所以记不记得，老师记得，我们如果你不要太大张，也可以来这里点一下，有没有？哎，我就找小张一点的嘛，太大张了，哦哟，你看有700多的跑出来了，对不对？我就抓这一张就好，就不用浪费图块了。刚2048那个是300万像素的，好，300万像素。好，这边我就记得、哦、不要在这里直接按右键哦，这样是小张的，一定要怎么样？查看图片这个才是你看到这个它上面所写的那个尺寸哦。好，点一下。可以了，我就把这张拿下来哈，直接把它存下来了。OK， 那么现在存下来之后，我就可以拿到我的 PhotoCAD 里面来了。好，打开了。猴子要怎么进来？哎，你不能再像我刚刚直接丢进来，要从哪里？要从这边，这个好，从这个。上面这个的话是他送你的图库，那下面这个就是如果您有其他照片想要加进来的，可以从这边把它加进来哈。那我们看哦，把它点一下，找到那只猴子。另外那边再跑，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如果你的简报，大部分简报比较常白色的，对不对？应该通常都会有一些颜色或者图片。假设是这样子，我就把那只猴子先从这边丢进来就好了。哎，丢错了。应该是丢那个去背啊，这个。请问，丢 OK 不 OK？ 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跟你的背景会比较搭一点？不然你一张照片比较像贴一个东西在那里的感觉。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你看我们在这边，好，我就找到刚刚那一只去背好的，哦，在这里 ，OK， 进来。不过这样请爪身，对不对？好，随便你啦，看你要做哪里。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去，就可以玩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那这个对于我们一般在老师教学上做教材上，实际上是蛮方便的。所以有一个好的去背的工具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往这些工具可能都是付费的，比如说您像那个 PhotoCAD 也有去背功能 ，PhotoShop 也有。只是现在大部分很多学校可能都不见得会有继续在采用这两个软体的哈，可能都是以前旧版本的，这样 OK 吗？好，所以一个好玩的东西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